も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登場式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ポッポ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ポッポ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小丸子求生记。这样差不多了吧。哎，丸子。啊，你在干什么？水都被浪费了。啊，对不起。水龙头要关好，水就算是一点一点的滴出来，经过一个晚上也能滴满浴缸。哎，是这样吗？丸子，你真是的，上次也是开着水龙头刷牙。丸子，那只是偶尔了。别找借口，别以为水是免费的。妈妈，其实你是想说这些都是要缴水费的吧？你知道的话就不要这么浪费了。好吧，我知道了。真是的，你老是这么嬉皮笑脸的。看看这个传阅板。因为有像你一样不知道节约用水的小孩，现在节水的通知正在各家传阅呢。哎，这传阅板上说的是要谨慎的用水吧？是啊，现在还好，只是节水的号召，要是以后水更不够用的话，可能还会被断水呢。断水就是完全没有水可以用的意思吗？要是真的断水了该怎么办？也许一天中只有规定的时间里有水，如果再严重一点的话，就只能够去供水车那儿领水了。那样的话，小丸子，你当然也要来帮忙啊。水可是很重的，不知道你提不提得动塑料水桶啊。而且煮饭洗衣服也只能用有限的水。是这样啊，那真是太不方便了。对呀，你想想看，没有水的生活就知道水有多么重要了。就是就是，没有水的生活。马上就到绿洲了，那样就能喝到水了。绿洲到了，谁谁谁？干涸了，怎么会这样？哎，是井水，有水了！哎呀！讨厌啊，沙漠真可怕，果然还是去海上比较好吧。这可说不准。全速前进。身边就有水，但是却不能喝，太痛苦了。嗯，你在说什么呢，小丸子？海水要是没有那么咸，该多好啊！真要是这样的话，漂流的时候，即便出了什么意外，只要忍受肚子饿就可以了。可没那么简单的事。海水啊，要小心呐，小丸子。据说在漂流中，要是喝了一口海水，反而喉咙会更渴，只能拼命不停地喝海水，然后呢？就因为喝了一肚子海水，晃荡晃荡的被晒干而死。啊，那想要喝海水的话，怎么做才行呢？
听说只要把海水里的水分和杂质什么的分离出来，煮一下就可以了。那煮完就能喝了吗？不，还剩下盐。这样不是还不能喝吗？那是很美味的盐。但是我说了想喝水，可是海水完全不能喝呀。爸爸，你快一点教我过滤海水的方法吧。怎么喝呢？我好像听说过用石头和沙子过滤一下就行了。爸爸，我不是在说石头，我说的是水。就算对方只是孩子，你这样敷衍可不好。我说的是真的，还有人说可以放碳呢。用碳吗？那可真是好东西呀！煮饭的时候往锅里放碳，据说可以去除异味，哈，所以才会用碳。对，没错，用碳的话，各种杂质就会顺丝被清除掉。但是遇难的时候不可能带着碳、石头和沙子吧？要是飘到无人岛上，说不定还有，但是光在海上飘着就没有了吧？也是啊，要是到了那个时候，就只有放弃了。决定了，我小丸子决定绝不在海上漂流。这是你决定就可以防止的事吗？那爸爸，在沙漠或者荒地上没水的时候该怎么办啊？沙漠挖水井就可以了，就算是表层不长草木的荒地，地下也是有水脉在流动的，知不知道啊？那要怎样才能找到你说的那个水脉呢？总之就是要挖，一直挖下去，总有一天会有湿润的泥土出现。要找到什么时候啊？一年或者两年吧。怎么会？不要说这么遥遥无期的事，我要现在马上就能喝到水的方法。现在啊？什么？还在说水呀？你刚才都怎么了，小丸子？因为我知道了水的重要性，所以我一定要知道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弄到水的方法。诶？也就是所谓的求生了，幸存的方法。那这样的话，我有更简单的办法。诶，真的吗？妈妈给我远足的时候带的那个塑料包袱布。你要来做什么？我要求生啊，求生。什么？我出门啦。现在按照爸爸说的那样，先把沙子挖开，看到湿的沙子的时候把它们堆起来，盖上塑料布。水没有办法透过塑料布，因此从沙子里蒸发出来的水分就会粘在塑料布的背面。我只要把水收集起来就可以喝了。哎，小鹰啊，你在做什么？哦，山田，我现在正在学习求生呢，尝试在大灾难中的幸存方法。求生？如果发生了巨大灾难的话，就需要有能力去收集珍贵的水。水的话，那里就有啊。真是笨蛋，我考虑的可是自来水管没水的时候。啊！自来水管没有水了，真糟糕啊！所以我现在就是为防止出现那种情况而进行学习。真厉害呀，小叶，我要跟你学。还没好嘛，我口好渴呀。还没好，你真是没耐力，这样是没办法活下去的。啊，好热呀！忍耐啊，忍耐！我想应该已经收集了一点了吧？不行，这样下去的话会中暑的。你看，我身上的汗肯定比你收集的水要多好几倍呢。不要玩求生了，我们去买雪糕吧。可那样的话就算不上学习了。比起中暑晕倒，我宁愿去买雪糕吃。山田，你这个没毅力的家伙，明明再等一下就可以的。啊，不过真的好热，就像山田说的，不管喝多少水，流的汗总是更多。这样下去我会被晒干的，这种时候应该想点别的事情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那个，今天的晚饭会吃什么呢？清爽挂面之类的。倒不如说我想变成挂面。笨蛋笨蛋，你在想什么呀？小丸子你个笨蛋。可是我现在口渴了。差不多了吧。
点儿啊！明明已经这么努力，居然只有这么点儿，还沾着沙子。这些好不容易收集起来的水，一股塑料味，喝下去不会肚子痛吧？哎呀，小英，你还在收集水吗？还是早点回去吧。啊，什么？三松屋的老板说过一会儿要下雷阵雨了，再见。雷阵雨？怎么这样？知道刚才还热得冒烟，太过分了，可恶！这样一来，缺水的危机暂时远离了。不过下次小丸子要学习在暴雨中保护自己的求生方法。迷人的冰糖苹果。不要迷路喽，小丸子。知道了。啊，是吊水球。快看呐，棉花糖，看起来好好吃啊！爸爸，爸爸，带我们去玩吊水球吧。爸爸，棉花糖，我想吃棉花糖。喂，你别这么扯我嘛！喂，你先吊水球，先吃棉花糖。吊水球，棉花糖，我要吊水球。哟。哦，小山，你也来了？他们两个非要拉我过来。原来如此，我现在正在那边吃盐烤香鱼呢。哦，盐烤香鱼，味道一定很好，真不错啊！红枝也一起来吧，顺便一起喝一杯。哦，啊，爸爸，我们走吧。啊，去吃盐烤香鱼吧。不要了，要吃棉花糖，是去玩吊水球。哎，真拿你们两个没办法。这些钱你们自己拿去随便玩吧。那才500日元，再给点。那么多已经足够了。我要去那边吃盐烤香鱼，你们8点回来，听见了没有？好了，就这样，再见，拜拜。真是的，爸爸他只给这么一点儿。我们走吧。嗯，先吊水球吧。知道了，知道了。欢迎两个人。好嘞。那个，我的绳子好像比其他的都细。这个不会的吧？这样很快就会断的。那么我这个和你交换好了。太好了，小丸子，走吧。等一下，我还要再玩一次吗？哎，不行了，接下来要去买棉花糖。但是我想吊水球嘛。不能只把钱花在玩吊水球上面。我们现在只剩下440日元了。那我们两个一人一半怎么样？姐姐和我两个人每人可以分到220日元，然后就可以分头逛街了。好吧，那8点钟要回爸爸那边集合哟。太好了，再见，拜拜。好嘞，再挑战一次喽。哟，给你。哇，可以自由自在地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哦，爸爸，给我买那个。别买了，这玩意儿不是很好吃的。起来这么漂亮，不要被它的外表欺骗。对了，买冰糖苹果吧，我可一直在梦中梦到想吃冰糖苹果呀。哎，冰糖苹果在什么地方？卖烤鱿鱼，烤鱿鱼很好吃哦。烤鱿鱼，这
的味道真让人忍不住啊！大叔，给我一份烤鱿鱼。好嘞。啊，真好吃！啊，对了对了，冰糖苹果是在……嗯，牛奶薄饼，那个也甜甜的，很好吃。啊，这样下去是找不到冰糖苹果的。哎，啊，真是的。好嘞。买个冰糖苹果怎么样？一个50元呢。哎，不够。怎么样？哎，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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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根同学，啊，小英，我肠胃疼，好不容易来一次，本来想至少玩一次吊水球的。吊水球，好机会。只要把这个水球用20日元卖给山根的话，就可以买冰糖苹果啦。喂，山根，想不想要这个水球呢？哎，这可是我花了60日元才钓到的水球。山根同学如果很想要的话，我就特别……啊，可以吗？可以啦，可以啦。嗯，啊，不过呢，小英，你真是个好人，好不容易钓到的水球就这么送给我了。才不是呢，不是免费给你的，要20日元呢，20日元。小英，你的善良我会铭记在心的。我有你这么一个这么棒的同班同学，小英，谢谢你。没有的事，小小的水球没什么大不了的。啊，笨蛋笨蛋笨蛋！我有了一个美好的夏季回忆呀，再见了。啊，我可真是个老好人呢。请给我冰糖苹果。给你50日元，谢谢惠姑。啊，刚才我为什么要绕道？玩拆图形怎么样啊？一次30日元。啊，野口同学，野口同学，你在干什么呀？嘘，不要和我说话。小姑娘，要不要也来玩一下？用这个把这张画给切割出来，图案越难，得到的奖金就越高哦。咦，1000日元！要是把这个图形拆出来了，就可以拿到1000日元吗？切，也没那么容易。老板，再玩一次。还玩啊？野口同学这么有钱呢？哼，都是今天赚到的。赚到的？难道这些都是靠拆图形赚到的钱？今天的战绩5胜2败。哎，这么容易吗？那我也来挑战一下吧。选哪个好呢？既然要做，就索性选1000日元的吧。哼，不可能！你要是做得出来，大象都会倒立了。是吗？初学者最好从100日元的开始。100日元呢？哦，看来还是得选有把握能做出来的比较好了。那我选这个吧。做这个还真是无聊啊。小丸子，你在做什么？小玉，啊，冰糖苹果。嗯，因为太漂亮了，我都舍不得把它吃掉呢。我很明白你的心情哎，冰糖苹果是会给人一种超级特别的感觉，好像它有魔力一样。小丸子，你也吃了吗？哎，还没，准备去吃的。想买冰糖苹果，但钱花光了，这话他怎么都说不出口。我爸爸还在前面等我呢，我先走。拜拜。好嘞，我要加油。小丸子真是的，怎么这么慢？真是没办法，不要管他了，我们先回去吧。我还是去找找看。啊，搞砸了。我的也不行了。啊，胳膊好痛。我渐渐觉得厌烦起来了。
不知道做出一半的话，能不能给我50日元呢？完成了。哎，嗯，很不错呀，给你300日元。攒了好多钱呢，这这这这，真厉害！攒这么多钱要做什么？我不会告诉你的。这这这这这这，真行啊，野口同学。好嘞，我也要加油。还差一点就做好了，小丸子。你在干嘛？姐姐，你太过分了，我马上就要做好了。这个很难的，像你这样注意力不集中的小孩子是不可能做成功的。最后的30日元，快点回去了，爸爸在等着我们呢。等等，姐姐，等等，姐姐，请你给我买冰糖苹果吧。嘿，不要，你自己买。但是我现在一分钱都没了。哎，我从一开始就很想吃冰糖苹果的，但是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只剩下30日元了，所以才想利用拆图形来赚点钱的。真是笨！求求你了，姐姐，现在不买的话，要等到明年才能买了。我才不管你呢！再说了，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呢。你看，我只有20日元了。啊！要是有这20日元，我刚才就能买冰糖苹果了。太过分了，姐姐，你为什么没有早点来找我？姐姐，你这个大笨蛋！啊，冰糖苹果。姐姐觉得毫无道理，为什么自己要被笨蛋的妹妹骂笨蛋呢？人和动物还有昆虫，现在是生活在一起的伙伴，和自然融洽的相处是指什么呢？总之，在河里尽情的玩耍吧。下一集樱桃小丸子，小丸子得到萤火虫龙和光脚的恐怖，好好期待吧。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哎呀呀，开大不了丘陵坡，找一道黑。